啊，你两个到底什么人讲的这真实的啊？当然是我，我就跟你讲过，我所做一切拢是为我要敬莹莹。那不是你跟白莹莹安尼学爸母，你哪有今天你这款的下场啊？慢条万啊！我该讲都讲啊啦，即马阿强伊是为着要自保，才安尼话啥咧学爸讲，伊就超过伊，要三分二，互你中毒断定。其实心内知知啊，伊是转身的勇气，阮死袂挂。啊，即马是咧想空想梦，想要救家己性命尔。高天，啊，啊好啊，你哈，你这惊死个家伙，心要臭死啦！我讲白话，我讲的拢是真的，这个惊死啊！林爸啊，即马就斩无你死！啊，好了好了。你这马袂当死哦，俺若无下人做勇气，我总裁穿心，帮我救你的子孙啊！你是要被杀死啦，还恁爸啊，差点无都救伊啦！阿强啊，顶摆阮抓到你的时阵，啊你唔是正故讲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来救白金银，这马是你爱实现你的誓言啊！恁绝对袂去救伊伊呢！你哪安尼讲呐？啊，总裁伊亲嘴答应的，但伊转身了后，绝对会解救白莹莹的。因一定就是阮林花。阿姨拢已经去我泡咖爆烧死啊，哪会阁会听你讲啊？啊，都惊死啊！什么死人骨头话拢讲会出嘴？那呢？你妈甲我说好啦，甲我讲好清楚。恁个什么花是啥啊？啊，若无？我真正袂放心呢，这万条管真正是够猜忌，我是变过名字会较安心呢。哦，叫你讲你唔敢，那你绝对是有鬼啦。阮林花是饭菜哈，因为老夫人受伊，而且阁予伊做未来城的副总，啊那秀林花是单当做，大哥。是嘛，去阿恁收起做副总啊？那是为了要打击老爸陈忠信，所以是收敛。啊，那是黑玫瑰啊，是超越。我加上阿强是勇气，员工是拢总准备好势。你这个妖小骨头，白操的多鬼蛋，甲恁爸啊，拼甲恁拢死！我无讲白贼啦，我讲的拢是真的。不会啦，阿强啊，你就好好踮咧遮吼，莫阁想要变啥梦啊啦。就等咧，我总裁转身啊，莫阁有白讲话啊，甲白银林子彤拢牵拖起来啊。拄只下手哦，有小可重啊，你有要紧无？我阿兄也不要紧啊，卖袂记啊，王永庆辛苦顶有江道成条文啊，我安尼做是绝对袂小心的。那你说来，伊拄仔伫讲到白银还佮有林子彤，迄个安怎？我自头到尾无讲到林子彤，这就代表讲，会还佮有徐丽慧，一定就是因还佮有林子彤。是的，是我个代志不歹去啊，我无法度保护你，我无法度救你，歹势。我就是，我永远都看袂着你啊！今日你的身体是愈来愈歹，你莫看我啦。我今麦这条命是林子彤的，我阁因为破病病阁免死，我无想要你看到我这样凄惨落魄的模样，我无爱你讨厌我，
咦，你听我讲，对我来讲，你是上水、上到我心的人。人嘴会不好啦，日久见人心。是讲，你到底是安怎走出来啊？你的外公把我救出来。我外公，伊家己毋是嘛伫咧逃亡？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啊？你讲啥？你要拍一支红棍给江崇仁搞？然后，哇！你转身到陈文瑶的身上。江崇仁即马肯定要害我死啊，所以我会甲伊拼。啊，不过我唔甘愿，就安尼双手空空白了工。所以我想足久，我已经想好啊。除了陈文瑶，无人会当有机会甲环宇集团摕到手。所以我会专心到伊的身躯顶，安尼才是上好的选择。那安尼我嘞，你敢有说好我们今替我解惑啊？这你别烦恼，我的外公已计划好啊。不管用什么款手段，我一定想办法叫王应金哦，把你身躯顶的符啊解除。因为你若有什么事较差，对我来讲，未来跟我共鸣嘛无意义啊。你现在做咩安尼为我聊落去？那不是你，我早就收作夫啊。过去的我，唔惊天，唔惊地，唔惊死，唔知影天地活动。啊，不过是识你了后，我发现我的心会对你起起落落。我发现我的人生有目标啊。我即卖会惊，我惊讲我会失去你。我家讲未来日子无你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人，你拢是我心目中的唯一。我才无这尼好嘞，你一定早排都有后悔。对我来讲，你就是上好上适合我的人啊！我知影你是唯一走入去我心内的人，所以这次我不可能凊彩放你走，我要把你关进我的心肝内，我要你永远拢属于我一个人。你这个大胆，还是我欢喜甘愿啦。虽然讲我有信心，这个计划一定成功。我相信你。在你出现之前，我拢唔知影会有人对我用真正尼啊深的爱我。多谢你爱我，多谢你，因为我这尼啊勇敢。明仔我就要去拼一道，卡输赢，咱都有未来。卡叔叔，咱就有可能来做回事啊！所以我即马还阁较确定问你一解，你敢愿意陪我拼一道？我愿意，我白英英，不管安怎都要跟江超强做伙，就算计划失败了。咱嘛爱伫咧另外一个世界做最佳战友，不管你去倒位，只要有你伫咧我身躯边，我都袂阁感觉着惊遐。上好的战友。哦，想啊，想甲我吐死。叫我拔起来啊！哇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刚刚才，猛猜啊！
是恁叫我来遮呀？对啦对啦，我有代志哦，要请你来斗三工，唔才用这种较特别方式甲你请来。总裁啊，你若有啥物代志要找我，直接敲一通电话给我就好啊。你哪有需要用这款方式啦？哎呀，我是绝对袂当主动拿来甲你有啥物联络的线索啦。你嘛知影，我即马身体规身躯哦，拢害了了啊。不过为着环宇集团的未来，我有真重要代志要请你，还佮彭彩霞来甲我斗相共。唔再用这种较秘密的方式咯，特别甲你请来吃的。哦，是甚物重要代志啊？总裁，你做你讲啦。简单讲哦，就是爱你啊，代替我做环宇集团的总裁，顺便继承我所有财产，好吧？哎，总裁啊，你真正是足够讲算笑的吼！啊，环宇集团即马代理的总裁是江超越呢，啊，底下用的继承环宇集团的人哦，哪有可能轮得到我啦？简单来讲哦，就是总裁哦，即马这个身体受伤遐尔严重啦，就算是开刀，嘛不一定会当顺利活落去啦。所以哦，伊需要你的身体来做转生啦。等待伊的灵魂呐，转到你的身躯顶了后，啊，你就是总裁啊！啊？什么转生啊？什么灵魂转到我的身上啊？哎呦，啊，你敢唔捌听当中神遐人讲过？伊唔是常常讲总裁就是妖道，其实啊，总裁啊，就是刚道神啦。三十几年前，伊转生到伊的养子无的身上啦。啊，即马这个身体哦，已经袂甘的经袂落去啊啦。所以哦，主要另外找一个人的身体来做转生啦。啊，虽然讲哦，你的年纪有较大，也毋过哦，你的身体也算是真健康啦，啊，都保养。江中林，唔对，你真正是江道生。我来阮爸讲的是真实的，你真正是妖道。你免这么惊，这不是妖道，这哦，我做道术跟合术同款，拢是一种专业。哎，就亲像我要做手机啊的这技术的人哦，才好做妖术啦。我这是哦。也一寡较少人知影的技术，认真学就会晓，无什么困难的啦。啊，无一定会转身到你的身躯顶去啊！你只是一个幽闭的，是不是会当好总裁转身？这都要看哦，你是不是有那个要求？什么幽闭啊？万不要我那死去啊！想会当顺利成章，接手环宇集团，还有我。全部财产的人是超强的，伊哦，才是我的第一人选。蛮不易啦，伊迄边若做袂成，才会轮到你啦。啊，那呢？万一超强的是成功啊，恁就会帮我做唔？是啊，会当帮你做啦。啊，不过只会当帮你去阴曹地府那面呢。你想看卖嘞？总裁敢有可能让你甲 baby 讲出去？所以不管安怎，恁就是爱我死就对。这都爱看你是不是有迄个好气，是不是有迄个命？非得拢是死路一条，哪里我跟你拼？陈仲俊，你别乱来啦！你死啊！